C'était un remarque ici.在那个Hackcore的面已经有一个九报机时期了，忘记我的。哦，大家早安。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第14次野百合黑客松。那首先最重要的事情当然是确定大家有没有上网络嘛，所以就是。 这边应该有好几个选择，就是 ASGuest 是专业的，然后其他如果你有遇到问题的话，就问我感觉怎么样可以上网。好，那相信大家刚刚在报道的时候，可能都看到这个很多贴纸哦，不过因为有一些贴纸好像已经用完了，所以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可以用写的，在你的这个名牌上写你的专业，比如说设计，好像全部被拿光了，可能我们太多设计师了，真的吗？很奇怪。 好，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话呢，你可能就可以贴上这个新参者的贴纸，那就是大家看到如果你有很茫然的样子的时候，可能就会过去找你聊天，看你对什么东西有兴趣。好，那如果你来过很多次的话，可以贴上这个大使的贴纸，然后同时注意一下，就是附近有没有看起来非常茫然的人，然后去跟他聊天一下，看看他想要参加什么样的专案。 那如果大家看到有人是没有名牌的，就是可以提醒他一下去报道一下，然后这样大家比较容易认识他。那如果看到一个非常害羞的人呢，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大家去餐饮区这边，哎，你吃过了吗？吃一下东西。吃东西在这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那我们今天大概有将近20个提案哦。那我想还是快速说一下，就是提案的这些秘诀啊，就是比如你会看到有些提案他可能已经提了很多次，然后就一步一步继续做。好，那这种还意志坚定，然后成果开放，就是让大家可以 join 进来，然后可能贡献一点东西的，就会可能他就会渐渐的都一直有成果出现。好，那但提案其实蛮重要的是说你要非常诉求非常清楚的说你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好，那 问题是什么？然后你 propose 一个解决的方法，然后大家就是可能，比如说让一些资料是透明的啊，或者是用某些方式去呈现这些本来已经有的资料，可是不容易解读之类的方式。好，那通常因为GNE它并不是一个组织哦，它是一个开放的社群，就是让大家来参加的哦，所以并不是不建议你说跑来，然后就说，哎，你们可不可以做啥啥啥？因为没有你们，就是这里是没有人。 好，所以就是就说你要做什么，然后最好的方式就是说，哎，我现在就是要做什么东西了，有没有要一起？那我已经稍微做了一点设计哦，我已经稍微写了一点程式了，我已经稍微规划了一下，好，有没有要一起做下去？好，那最重要就是你要有一个 action item， 就是说，我认为关于某件事情，我认为可以怎么做啊，我已经稍微想过了，然后有没有人要一起帮忙一起做？好，那所以其实，在GNE的 黑客松啊，我们是蛮强调，就是说我们希望这边是一个安全的空间，让大家就是可能彼此理念会不同，或是习惯会不同，或者是有种种的不同，可是大家都能够尊重大家，然后在成果开放的这个方式上面，共享，就让我们想要完成的事情就是逐渐往前进了。好，那所以今天的流程大概就是早上会有一个3分钟提案时间，好，那将近有20组。 那提案之后呢，我们会很快的做一次自我介绍，好，那就是麦克风会传下去，那每个人就说3个关键字，就是我是谁，然后我关心什么东西，然后像就这样子，好，那所以很快我们就会大概知道今天有什么样的人来，然后大家对什么样的议题、什么样专案有兴趣，好，那接下来呢就是非常重要的吃东西时间，好，那就外面餐点其实已经准备好了，所以 待会呢，就是边吃边去找到说，哎，早上你好像听到谁的专案很有趣，好，然后就问他，哎，现在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或者我是什么专业的，那我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好，那所以今天大概有一整天的时间，那会有圆圆不绝的午餐跟下午茶出现。好，那提醒大家，这间会议室跟旁边这间会议室啊是不能吃东西的，对，所以饮食就不要带到这个会议室里面。那外面有一些桌子，然后 稍微靠洗手间那一边也有一些桌子，那可以自己把椅子搬过去，在外面吃东西。那最靠近入口那边还有一间会议室哦，就是外面应该有指标，那一间是可以吃东西的，好，所以请大家就是注意一下，东西不要带到会议室里面。好。
那所以总之这个吃东西真的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花很多时间讲吃东西这件事情。好，那但重点是我们到傍晚的时候就要做成果报告了。所以如果你有这个专案有成组的话，就是待会有成组的话，可以先到前面来拿这个小牌子，然后就写说，我们这个专案在做什么，然后放在你所在的这个桌子上，所以路过的人就可以看到你们在做什么，然后也许就可以参加。好，那所以傍晚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要做这个成果报告。好，那成果报告大概是五点的时候开始，所以四点的时候就会有人开始去到处去询说，你们要不要登记，要报告一下今天稍微做了什么事情。好，那GME的大松系列活动办到这一次应该是第15次了。好，那所以我们基本上的方顶就是由大家就是捐献而来的。好，那所以现在在 KKT 上面就是直接有一个除了我们报名的地方，就是同时可以捐钱给这个香油。好，那所以我们应该就是通常是保留到下一次，就足够办下一次的经费就截止了，所以可能一次是大概2万多块。好，那所以大家如果看到上面还有开放的名额的话，表示下一次的钱还没有满，好，所以就可以帮忙捐献一下。好，那除了早上的这个present 跟这个下午的成果报告之外呢，在中午的时候，就是下午2点30分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短讲的时间。好，那每一个短讲是8分钟。好，那就是可以在这边先填先引。好，那今天目前还没有人填，所以如果你有觉得有趣的专案啊，或者是有想要做的事情啊，想要比较深入的跟大家分享的话呢，就可以在这边先登记。好，那场地就是在这边。好，那想要听的人就是自由，想要就回来这边，或者是想要继续做事情也没有关系。好，那所以我想大概我就开场到这边。好，不过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说，就是在明天呢，就是这个开放文化基金会那有办了一个这个公民参与大乱斗的活动。那因为最近蛮多专案是关心，就说如何在用新的方式，用数位的方式做民主，做这个共识的达成。好，那所以明天这个活动会有一位美国的朋友来分享他们的做法，然后台湾这边有几个像官方跟非官方的都会分享说目前在做公民参与的部分，就是有什么样的进展，有什么样的困难。好，那目前活动还有一点点空间，所以有兴趣的话可以在这边报名。其实你搜寻公民参与大乱斗应该就会找得到了。好，那是在场地是在微软，在那个松仁路那边，明天中午12点半开始。那好，那就谢谢大家，那我们就准备开始来这个今天的提案报告了。那可以请有提案的人先坐到前面来吗？这样比较快。好，第一位是那个悠悠。